胶黑胶以及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最古老的那个留声机啊，事实上，就让人家觉得1932年那个时候开始啊，台南引领的。其实过去在很早的时期，台湾本来就是文化台湾文化的起源地啊，起源地的。那但是在1930年代那个时候，借着李百货，蝉联又再次啊，引了台湾的文化的风骚。那么，其实我们说到他们，我们说是台湾第二个百货公司，啊，只比橘园百货这个晚两天。可是虽然是像双胞胎一样，早1分钟，哦，出生就是哥哥，但是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啊，林百货表现的，哦，比啊所有其他的百货，还有啊更多的文化价值。 金黄的面团，大切的怀念，一回家亲人，长男生头前人难，不会想的自己。